官家还没起，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我得见官家，张茂泽让我来的，是公主，公主。慧柔怎么了？公主，公主在放火。慧柔呢？慧柔在哪儿？调调殿前司去救慧柔啊！立刻带上怀吉去公主宅。 已将公主救到安全处。好，好。给朕梳头，今日在崇政殿议事。官家歇半日吧。 等下任苗贤妃把回柔接进宫来住几日。不可。公主宅起火，必定会有人议论。若朕再停了议事，更显得此事严重。今日又是见司马光，若是临时变了不见他，他更要给回柔加罪名。朕没事，有些事，又该对他们交代清楚了。 刚才着火的时候，我们都睡着了。等闻到烟味，火已经不小了。我们把公主拉出着火的房间，可公主提议头又扑到自己身上，说只想见您。张先生让人立即进宫报讯。幸好官家让您回来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赖先生，赖先生，国舅夫人她出事了，快来快来！照顾好公主。 夫人原本是在外观望的，见先生来了，她脸色变不对了。后来先生带公主离开，她更是不高兴。刚开始还只是哼哼的抹泪，大概越想越生气，就索性跑进屋里，金石自焚的架势。驸马忙过去拦她，拉她恳求她，可国君夫人提了亲就是不出来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娘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吧！在父母面前，我求你了，娘，出去吧，娘。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其实我就是死了，也好过有一天让你们活活的气死。夫人，别这样，小心啊，夫人。国舅夫人，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！ 像庙里的贼秃驴一样惦记着别人的媳妇，我今天就是死了，我的阴魂也会缠着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冷静一点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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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一点，夫人，冷静一点，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快救火，快救火！ 水，快救火啊！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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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！你是来看我何时咽气的吗？ 娘，刚才是梁先生冒着危险救的年娘，他救我锦辉安好心。你是怕我死了，官家和大臣们不会放过你吧？若非如此，你那么恨我，恨不得一把火把我烧得骨头都不剩。
好让你和公主乐得长相厮守，风流快活。 我不恨夫人，我也不恨任何人。我当时为何会进去，我自己也说不好。不过我想，不管当时是谁在屋里不出来，我都会进去的。